后天的，我要摘这个大葡萄。好看不是一直拿就吃的，是一直拿就放口袋呀、啊。好吃。我知道有办法。做什么？我拿帽子，因为我要放葡萄里面我的帽子。我多给你摘一点，这样我们就赢了，好吗？我们就可以吃葡萄了。那我就错了。哎呀，我帮你，这个在捣乱，我帮你。我叫超级多的你爱的，谢谢。哎呀，不够装啊！我也找到了，那我没口袋了。花瓶来，扶着你，咱们看看能有篮子。请问有请。两个小朋友，你好。你是谁？我是洛伊。你是谁？我是夏天。好、我是谁？你是他，你是大俊爸爸。我是麦麦提大叔。你快来，麦麦提。不，你肯定是麦麦提大叔。对了，麦麦提。我想要建一个篮子，可不可以？我们要去摘葡萄。那走。谢谢，不客气。那走。谢谢，我们找到了篮子了耶！感觉有很多东西在里面。好，我们去吧。要跟紧跑啊！哎呀，等等我呀，夏天。等一下，你追到到我的时候，我就牵着你的手。因为那个老师，我们找到。说你我们的篮子太好了。上次那谁，妮娜，完了事儿以后，她高兴吗？高兴，真的，还想参加，真的，嗯，那是好事。她要不她自己在家里边，她寂寞。哦。你看我师哥多贼哈、啊，不是我就没想到这个 idea。信心实在是。什么最宝贵？人才。这个 idea 怎么样？把这个弄，这个小心点。这个、我知道。胳膊出来一下，胳膊。哎，你看。哎，你先别说，哎，你看，你先别说，哎，是吧？马上那种 feel 就来了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你看，照镜子。哎呦，嗯，哎呦。是吧？哎呀，等我吃会西瓜，冷静一下。弟弟，我是大俊，别害怕，过来啊！啊，这串有效了。我哇！干什么？别哭，这没有怪兽。来吃，快点吃。你刚才给我塞嘴里那串葡萄好吃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叫我。怎么这么多呀？把我们都弄昏了。来，给你吃。不到。谢谢。大俊，给你。哦，没事。